这是阔别了七年以后啊，我们又大家可以真正的聚会在一起啊。那这个尤其是在苏州这么有历史文化背景又有这么秀美的江南，那我们这次要谈的呢是新技术带给这个媒体的冲击。我自己本身呢是做广播电台，可是我们也有电子报，也做杂志，然后我们也做网络。当然我这次参加也是来取经，有一些学习到新的想法。